大家好，我是小勇啊，喜提了一辆新车啊，这个车呢是不是我的啊？牛魔王的啊，这个在苏总那里提的车，然后我跟苏总呢今天给他送过去啊，从这个濮阳送到菏泽牡丹区啊，全程这个80公里左右啊，看这成色杠杠的啊，哎呀，整的真漂亮啊！等会儿再给大家看车的内饰，先在这里干个早餐啊。这小车太漂亮了啊！牛魔王，看到没有？你这个车啊，真的是太漂亮了，给你整的啊！苏老板的口粮啊，这个你们啥过没有？进入山东地界了，东明黄河大桥，路过菜园集了啊，这边集市盛的挺好啊，到地方了啊，哎呀，菏泽牡丹区啊，先看车，哎。看多高级，一拉它就关上了啊，自动门啊，来，哎，一拉它就开了，哎，真高级啊！来的时候没空手来啊，纯牛奶，还有小孩喝的啊，先带了两箱。看这车啊，整的美不美？内饰也美啊，哎呀，杠杠的，杠杠的呀，看。轮胎啊，看漂不漂亮？牛魔王呢不在这里啊，他在西宁，在那边生意有点忙啊。这个今天把车给他这个送过来了啊。中午呢他说不让走了，非得叫这个吃饭，让那个发小陪着啊。咱就这个叫什么？叫什么？这个既然来了啊，就尝尝吧啊。哎呀，你过去。啊，好嘞！哎呀，
刚在这里把手续弄好，现在准备去过户了啊，过完户就能吃饭了。你要不把它到下边也这一掐堆，你还等了等前面的还四五个人呢。对。今天这个汉总不在家啊，还是张总不陪同啊。哎呀，中中好嘞哥，中。咱唱了这一家子哥。好。啊。50把的是70把的那个包活动50把的。楼老哥是100是吧？还是原先的一个这个老哥？老哥不搞活动吗？老哥没。哎呀，来，非常感谢你看那那。欢迎王总啊！还是叫恁几个都来啥？哎。呀，来来来，来。都自己人，甭外边人。嗯。这是卢大哥，卢的很吗？卢出来了，大哥。嗯。哦，他这菜做了刷挂的了，看着啊。来个厨师粉。喝点火了，嗯，干啥吧，一队呀？来来来，黄总，来来，爷爷，欢迎来喝酒，以后谢，有机会多少喝点，来，中，好，来离得近，嗯，没多远，马上。你比如说他这个汤煮了些浓郁了，这个汤，纯高汤，呀，好嘞，好好，谢，我是我自己来，哎呀，来，你老板娘了，喂呀，哎。贵州还是酸猪肉嘞，看到小飞哥，对你说的不假，这是咱这小飞，为了把小飞哥逼，嗯，咱离能近，基本上小飞还是大差不差。那我也是咋回事啊？俺那是被有钱嘛，有钱嘛，有钱把价格交起来了，要是有钱当时弄的，消费上不来了不？对，跟那个玻璃瓶儿高档次，嗯，那个卖四十多，那个卖60多，高啊对，就是你要。不得一所的，再往东一点就是一所，师傅搁刚装不进是吧？回老家的。中，下回来了回老家喝，好，嗯，哎呀，咱那调走吧，前面绕远。中午手续没办完啊，下午赶快帮这个牛魔王把手续办一办，我跟苏总呢就坐车回去了啊，现在2点多钟，看着摩托车啊。这什么牌子？这是，看着都特别高端大气。大厨大厨啊，像那个高中，像高中啊，哎呀，还有像初中。这孙子你得包打、啊、是吧、嗯？哎呀，好着了呀，哟，睡了想着了，哎呀，嘿嘿嘿嘿，哎呀，小孩好睡觉啊、嗯。你走吧，弟们，啊。叫好，剩下的手续交给你了啊。哦，那慢慢的了啊。好，回来孩子吃西面的时候再来啊。好，嗯。人家订了个车，我给他送车了，都是一客户买的车。在这大润发门口等个车啊，就回濮阳了。这啥样？那个是？长白山。长白山。嗯。那个口粮尝尝。现在这人基本上他也不老差钱儿。哎，坐火车，坐绿皮火车省的。回家还不耽误到家喝汤。到家了啊，7点钟啊。我晚上吃个简单的黄瓜啊。这蔬菜呀，炒这么美，再加个半拉馒头啊。辛苦了，兄弟。10点半了，你给我打电话，这送礼物的。嗯，那你过节了，客户忙，你就忙着呗。